做好防火管理，消防安全无虞哦。防火管理人他的重点工作呢，在于撰写消防防护计划，据以确认用火用电的安全，并规划自卫消防编组，包含通报班、灭火班、避难引导班、安全防护班、救护班，才能保障人命，防护财产。别忘了哦，做好防火管理，消防安全无虞。